今天就是我的发片记者会啊，我邀请的那个我的嘉宾就是冰球乐团，这首歌其实是我的第一首主打歌。我们云花 band， 对，云花 band。我不小心想起你来过这里，我不小心忘记，哦，这样不行，爱不小心混迹，免不了会打喷嚏。那我们欢迎大家的梦中情人宋芸桦。什么样的机缘认识冰球？不小心认识的，真的是不小心认识的。我首先当然是我第一次听到他们的歌，是我一个朋友，然后就是我们会去郊游的时候，他很常很常放冰球的歌，然后那时候我其实还不知道他们就是团叫什么名字，还是几个人都搞不清楚。后来我就一听，我就觉得很好听，然后还真的一个不小心，他刚好认识了你。不小心我又去看了他们的演唱会，那时候就是一听到他们邀请可以一起合作的时候，就非常不小心的答应了。这首歌其实距离我们把它写就是写完算是有一段时间，写到一个状态算是有一段时间。那我们一直都觉得这首歌其实很适合有一个女生来唱，对，然后我们一直在等待那位邱生万出现，然后就是因为刚刚这样讲，就是一连串因缘机会下来，然后发现芸桦好像一直很想要唱歌，那就让我们来试试看吧。这前提是因为我邀请他们来看我的电影，然后那时候在电影的 ending 就有一段话跟导演还有那个男主角就是在讲说，哎，什么我想要唱主题曲，为什么没有让我唱什么什么的，对，然后所以你的心声我们听到了，我们听到了那个渴望，他们的那个克服精神非常的好，没错，求必应，是的，我是今天第一位客人，我是一个舞跳不好，但是我很努力想要学舞，然后想要找舞伴，但我找不到，所以我只好来光顾。希望能够可以跟我一起跳舞。是年轻的时候的舞棍阿北。好，他已经穿了52个小时，我还没有下戏哦。我是第二位客人，然后我是一个摄影师，然后我很喜欢皎皎。哦，不小心表露太多自己的真实的状态，哦，爷爷，然后又觉得我，一直太多，真太多，然后啊，怎么这么慢？哦，好，然后再收回来一点。你说你在演的时候投入太多。对啊，拍的很好哎。我就说我某个开关被开启，我现在好害怕。不可能是摄影的功，哎，他真的拍得很好，给你们看。因为都没有对到焦，就都很会看。好唯美哦，是不是很可爱哎？妈的，是不是？你要都看超美，对对，是不是？哦，对。哎，毛超难。这第二天赋，拍猫。其实你没有变态，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组合就会变得很变态。因为我很变态。好，谢谢。我演的就是一个90后一事无成的小演员。然后我说，等一下这个瓶子真的会蛮痛的。然后后来他在演，一定要拿那个我帮他拍的那个 V8 里面的声音，他是真的说，你有拍到哈？真的会痛哦，你真的要拍到哦，这样。我觉得他那个声音自由发挥，完全就是他的心情，所以我觉得很真实。他那两个都演得很好，而且我们在后面看那个 monitor 啊，就是导演有就是在回放一次，而且是慢动作，而且是高格，对。我们看你敲完之后，你眼睛是昏一下。我再翻一下。然后在我跟他对戏的时候，他真的结束，他拿了瓶子，他是真的告诉我说，真的要给我拍到。他真的，我那个镜头里面完全感受到他当时的情绪，本色演出啊。他没有在演，他没有在演。有在看号，有在看号。来喽，3、2、1，走啊！快快快！我们不上，我们不上吧？第二支比第一支痛。以前小时候上学不是那种资料壳吗？你知道塑胶那种装资料壳，然后很用力打那种。对，就是它稍微有点软，所以不会真的到剧痛。可是因为很用力，所以又蛮痛。我没有在演，我就在做我自己。我演完的时候，本来觉得其实很有趣的体验，蛮开心的这样。但我看到大家演完，就是网演完之后，我心里开始不平衡。
就是我很努力的付出了很多，然后才得到一点抱抱的安慰。我今天是演一个黑道大哥，然后就是来用这个重金换取一个掏耳朵的机会，这样。然后很不小心的，我其实很喜欢被掏耳朵，所以就所以我都小心的啦。哦，有个爽，有个爽。OK， 好，可以哦，可以哦，谢谢，真的，谢谢。立刻，马上。哎，我闪到了，我闪到了，我腰闪到，我现在腰闪到。等一下，可以了，太夸张了啦！对，看那个这样，那个角动的太过分了。而且导演有跟我说什么，我要特别挑那个花花的袜子，然后脚会有很多戏。我其实本来有点担心，但是因为他在脚下面放了一个电暖器，真的很爽。对，他会想要抽，所以我觉得那完全就没有问题。本色演出，对。其实一开始我完全没有。因为真的没有看过他们演戏，然后看他们也聊过，就是以往他们的 MV 其实没有自己这样子下来演，然后又是个别的单独的戏这样，所以我其实在今天来之前，我都是抱持一个非常好奇的感受这样。但其实今天每一个对下来，我觉得就是可以从他们的眼睛，其实他们可能因为也认识一段时间了，所以其实大家不会彼此有那个太尴尬的状态。所以反而还有一种就是可以互相很信任，然后可以接住彼此球的感觉。我觉得对于第一次演戏的非常非常不容易这样。然后我觉得今天也有非常，我觉得 MV 就是太丰富了。对，可能今天可以改成十秒的短乱讲，没有啦，就是我觉得今天这一整天就是让我很惊艳。然后我觉得他们也把自己很多没有看过的一面分享给在这个 MV 里面。我们是 IT 豆冰球乐团，希望在 MV 上线后可以看到大家，要来看哦。耶耶！还有我，打电话，没错。